我的音乐理念一直在追求的是可以用这三句话来表示：传统为根，现代为脉，本土为基。继承、保留和发展，这是永远的主题。扬琴有三大体系：欧洲扬琴体系、西亚南亚体系、中国扬琴体系。扬琴其实一开始它是西洋的扬，这个就说明这个乐器是从西洋传来。扬琴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传入中国，先从广东一带慢慢的在各地开花结果，那形成了四个主要的流派。扬琴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通过扬琴，我到了世界各地的演出。那么1997年我到了白俄罗斯，1999年在蒙多尔瓦，03年在瑞士，2001年在匈牙利，等等等等。弹词三六是改编自江南丝竹名曲，是江浙沪一带的民间音乐。弹词三六原名三六，用上海话念就是三六。那现在流传的版本和我也要演奏的版本是我的恩师向祖华先生改编的版本。乐曲运用了循环式的曲式，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有统一。乐曲明快酣畅，层次有致，颇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审美情趣。乐曲也常在喜庆的场合演奏。乐曲也运用了江南丝竹扬琴、衬音、弹轮、装饰音、加花等手法和特点。江南丝竹的特点，以乐怡然，以乐抒情，以乐自乐。就好像江南丝竹初期的形成，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演奏丝竹乐，在上海话叫格丝竹。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芦兰，能不忆江南。这首乐曲是我小时候就弹奏的乐曲，我来自江南，对我来说这也有乡音的感觉。那我在这里现在弹回这首曲子，能不忆江南，所以江南的山水、人文情怀，一种美好全部浮现在我的眼前。